不要让父亲来了，真的。来，给他不好意思啊，你不好意思，你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我71岁了，放假了，到父亲来住了。先生来，那麻烦给我证件，我帮你。我的名字没有来面评。请问一下，你有桃园的老人卡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你买半价块钱的。